题来了啊！来，我们来开动感。什么？我来开超哥一把，是打地府吗？对，打地府先。来，这一把交给你操作。我们有医术，来替你操作这一把。我给你当操作手，看一下你的技艺术，兄弟。怎么说？打地府嘛，打宝宝先破血吧。破血谁？宝宝。破血宝宝。嗯。宝宝跟宝宝是吧？对对对。行。OK， 有局，兄弟。第二把怎么说？第二把，直接还是亲宝宝吧，还是放象形人吧，把人先象形的。象形掉变身啊，哥。嗯。象形变身就没了。那就先把宝宝碾了碾死吧，把宝宝碾死。行行行行行行行，哥。直接打来打死。可以。很暴力，兄弟，你这个打法的话，大炮四个字来形容，极度暴力，真的，就是不给自己留退路。就这一把，兄弟又应该如何应对？你跟我说说看，这一把的话又应该如何应对，哥？出宝宝吧，来。大哥，我先跟你说，你连环击之后出不了宝宝，哥。那先，你这连师傅你的技能都没搞懂，你就上台当指挥了，兄弟。这一把怎么说啊，兄弟？要跳秒了，你快点。出小孩，出小孩。你别接吧，你一接吧，我紧张。OK， 出了，我手速还可以。你先说话行不行，哥？这怎么说？赶紧。你打野兽吧。打野兽。他妈没愤怒了，我帮你先飞一把，行吧？你看愤怒啊，大哥，你妈愤怒都太没看了，就打野兽了，大哥，32点愤怒才能打，你快点说，要跳秒了，哥，怎么说？出宝宝，出什么？出血宝宝、虚弥还是什么？你说。锥子宝宝，出锥子宝宝。啊，行，你当指挥，你得快点操作，你这小孩怎么说？哎呦！你打吧，好久没打了。不行，这一把必须你搞完，我不接盘，兄弟，我先把你打吧。这一把你就死也得给这一把打完才能走，兄弟。好久没打。你必须得打完，真的。好，输了别怪我，好久没。输了没关系，兄弟，无所谓，你赶紧操作。怎么说？飞一把，还是继续飞吧。飞 ，OK。追小孩的，追他的小孩。追子有隐身怎么追？我的哥怎么追？他妈的这么大，你不能追我，现在不能追我。你是不是也戴墨镜了，我的兄弟？没有。宝的话，给你破一手招架，行不行？怎么说？可以。OK， 你别紧张，都是哥们，就当你的好玩就行了，好吧？我是109的。没关系，都是共通的，哥们。怎么说？招个快攻，就是那种啊，就是瞬间快攻是吧？对，OK。宝宝怎么说？按繁育了，可以繁育。行，就你这指挥的话，队伍里面五个人，四个半人得自动，兄弟，真的。OK， 出了个快攻，下一把怎么说，兄弟？那还有变成的继续飞。我看一下，变身没变身的哥，那是变身的人物，变身。宝宝给人拉个血吧。宝宝给人拉个血去。那追着宝宝追着小孩吧。追着宝宝给人拉个血，你得提前说，你比如说小孩拉血，追着宝宝追，你懂吧？小孩拉血，追着宝宝追着小孩。没关系，兄弟，不亏，已经变身了，变身出来就两个字，不亏的。你说，人物飞身的啊，飞机啊。追着宝宝，追着小孩呀、啊！来、okay. 给自己打个那个魔镜击发，对吧？对。OK， 很稳，很稳，很稳，兄弟。飞他妈900！对，这不够不够加野兽啊？飞机丸不能够用技能，可以出宝宝，哥，可以出宝宝。
不快了。出个宝宝吧，再出个宝宝就出什么宝宝？你说，出个肉的，出个肉盾，快肉盾还是慢肉盾？慢的也行，慢的，出个慢的行。那孩子干嘛？还是加个血吧，给人拉个血，给人拉个血行，就是三个字，拉个血，可以兄弟，三个字拉个血，拉个血，三个字拉个血，兄弟到位，拉个血。对面给兄弟来了一把破血，怎么说？拉个血是吧？飞机拉个血，继续飞，小孩继续勇飞飞飞，怎么说？小孩拉个血，我一看什么也没什么东西啊，就是拉个血。那龟速呢？龟速给小孩拉个血呗。龟速也是可以，反正就三个字，拉个血，人物就飞，对吧？是这个感，是这个。对吧？现在只是人物打出来伤害啊，现在打不到伤害。没毛病，有细节，兄弟，非常的细。对面一把生杀雨夺19000，打出咱们的163，怎么说？再拉个宝宝，拉个公宝宝吧，公立的。拉个公宝宝，顺拉个力劈，给拉个瞬间，行不行？可以。可以，拉个瞬间，宝宝拉个血是吧？嗯。OK， 宝宝拉个血 ，OK， 拉个血。没关系，兄弟，你慢慢打，你不急的，输赢就是一把比赛而已，无所谓的，你就让我打，我也打不过。兄弟，你说，第一把还能飞不？能飞，飞机拉个血是吧？小孩不拉血，小孩站不地上。下次哥们提前，就快两秒。因为伤害太低的，不加固定的话打不出来伤害。对，没感觉吗？没，对，这个号的话确实有点瑕，就是人物这一把的话中小死完了，怎么说兄弟？小死完了，那就完了，对付，当然你自由发挥吧，完了输了应该。那行，好吧，拜拜兄弟。你们要来的刷个烟花，谁来都可以，好吧？你们只要能刷个烟花就来就行了，好不好？你别这个来那个来，刷个烟花20块钱，你来就行了。